好，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飙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兄陈学进陈老师。哇，真的是太漂亮了！哇，今天台北股市持续大涨，在创新高哦，大涨特涨300多点哦，涨到让很多人呐、真的难以置信呐、整体的一个行情，就如同大兄跟大家说的啊，我说万九啊，不是结束啊。而是全新的一个开始啊，一定还会再跌破许多专家的眼镜。我相信今天你就看到了。好，那么今天再创啊19300多点的一个新高之后，好，那后市又会怎么走？我还是老话一句啊，后市行情还是看上，还是震荡看上，没有改变。啊，为什么没有改变？其实很简单啊，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嘛。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老师啊，哇，这波这个指数哦，从15975点啊起涨以来，哇，今天再创新高，哇，这一波已经大涨了3300多点了，哦，因为从1597到1973，3300多点了，哦，的确是涨很多，哦，或许很多人会担心嘛，但是为什么啊、你需要啊、大师兄哦、来怎么样来帮你？原因很简单嘛，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嘛，从15975以来，大兄就一再的告诉大家，我就告诉大家，这一波的一个行情一定会跌破很多专家眼镜，这一波的行情仍然是持续看上，没有改变的。哦，这一路以来，我从来没有一天看坏过，哦，从来没有一天看空过，哦，况且你可以看到，今天大涨三百多点，或许很多人心里还是会觉得毛毛的，但是我问各位，今天有没有出现跳空缺口？今天并没有出现跳空缺口啊，有没有出现啊的一个爆量长黑的一个情况？也没有啊，既然没有，有什么好担心的？哦，况且你可以看到啊，不仅呢 的一个从国际面的一个角度来看，不仅 AMD 啊，哇，持续大涨在创新高，辉达哇，持续大涨在创新高，包括半导体设备大涨的一个硬材，哇，持续大涨在创新高，还有半导体设备龙头的一个爱斯摩尔大涨在创新高，包括的一个通讯晶片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博通大涨在创新高，还有的一个记忆体的一个大涨的美光大涨在创新高，甚至包括的一个高通大涨在创新高，所以你会发现国际股市。哦，为什么能够连面的一个大涨的一个上来？哦，甚至苹果哦都要全力的一个冲刺的一个 AI， 包括的一个 NVIDIA 啊、的一个涨啊、的一个 AI 的一个晶片啊、从啊整个的一个 H100 啊、那么未来啊、包括的一个 H200 啊、V100 啊、都要提前发表抢势啊，塞爆整个的一个台积电的一个产能呐、包括的一个创办人的一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说啊，未来晶片的一个需求不只是什么，不只是几千几万片而已啊，甚至啊的一个未来需求哦，要需要的一座、三座，甚至啊十几座的一个晶圆厂啊，哦，那么甚至包括终端需求的一个回温 ，AI 应用的一个兴起啊，整个这个半导体前景闪亮啊，哦，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就如同我跟大家说的嘛，我说从资金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人在担心说，哎呦，美国联准会可能会延后升息啊。但是从过去实证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美国联准会啊，每一次在降息的一个让啊，不论是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呐、股市正报酬率都是167、167啊，甚至啊。如果把1998跟2001两次系统性的一个风险把它剔除，因为今年没有系统性风险，所以它上涨几率几乎什么？几乎100%啊！加上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配合，仍然是这么的一个漂亮。无稽之谈大涨9个月，大涨4800多点，这一波有稽之谈。到现在为止不过才大涨3358点。那我问各位，从整个的一个涨，从整个的一个形态的一个涨的一个对称理论来谈的话，你有机之谈通常它的一个涨幅会大过无机之谈。那你可以看到有机之谈才涨3000多点。而且到目前为止不过才怎么样延续的一个涨的一个四个多月。那它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后市的一个行情仍然不容小觑啊。
哦，那么到最后市的行情到底会怎么走？哦，如果说你想要，哦，你想要，哦，了解跟进一步了解跟掌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来这个礼拜六，三月九号礼拜六下午两点钟，哦，那大兄特别举办一场全新主力发表会。哦，那么在这一场的一个发表会里面，我该告诉大家。这一波多头的一个行情到底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哦，那多头的一个行情，两万点的一个关卡有没有机会？哦，那么两万点的一个关卡之后，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两万一、两万二，甚至两万三？哦，如果说你想要进一步了解跟掌握的投资朋友，来，你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或是加入大兄的一个 Line 或 Telegram。还没加入的一个投资朋友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只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你就能够免费报名参加，并且在这场的一个讲座里面，除了针对整体的一个盘势有完整的一个规划跟剖析之外，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包括在个股的一个方面呢。特别是有些人呢、有些的一个投资朋友、所最关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AI 股、比如说像广达、伟创、以及什么，以及致远，那么这些的一个股票到底有没有风云再起的机会？震荡拉回，关键甜甜价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跟大家谈这些？因为最近呢，我接到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我发现了、很多投资朋友手上啊，哇，握有什么？握有广达啊、伟创啊，甚至什么啊，甚至啊致远呐，买在不该买的一个高点上。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广达，我们高档，我们全数建好就收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但是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反而看到青春开我们开高大涨啊，反而怎样？很勇敢呐、哇，跳进去啊！那么跳进去之后不对了，也不懂得怎么样，也不懂得把资金收回来换股操作，所以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maybe 可能这一波指数大涨了3000多点，但是很多人呢、可能目前可能买错了一个股票，买错了一个位置那么如果说你目前呢、你买错了股票，买错了位置，或者是你手上有广达、伟创甚至致远的投资朋友。那这些的一个股票到底有没有风云再起的机会？那这一波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回，关键的甜甜价会落在什么地方？我想这些你都要知道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一清二楚或者做丢做不丢，金价差金追那么再来更重要的就是你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回顾过去这一整年以来那么现阶段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像世新 KY 像窗户像双红一样，第一档布局买进之后，你的一个财富能够翻倍翻倍再翻倍上来比如说像世新 KY 各位亲爱的投资们，你想想看，当时的一个世新 KY， 我在去年2月23日带会员朋友买进之后那么为什么从917块因为含息13块，成本917，能够一路飙涨来到4565块？你没有看错你人生只要把握住一次的一个机会，你的财务已经翻几倍了，翻3倍以上，甚至将近4倍。才花你多久的时间？花你多久的时间？一年的一个时间，你看你财务翻4倍，100万变成多少？变500万了，200万，你的一个现在资产就已经什么？就已经将近1000万了。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锁定的一个股票。那为什么当时候我在低档的时候市场很多人看不好的一个时候，所有专家看不好的时候，我们懂得领先布局领先市场卡位布局。原因很简单嘛，因为整个的一个 AI 的一个涨 ，AI 的一个崛起，我就告诉大家，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个机遇嘛。那么在整个的一个 AI 里面它需要的是什么？它需要透过 ASIC 设计嘛。那么 ASIC 设计里面谁是最大的受惠者？就是我帮我会员朋友所选出来的世新 KY。因为世新 KY 掌握到微软。
掌握到整个的一个英特尔，包括的一个第三大客户的一个亚马逊啊，这些的一个 AI 晶片啊 ASIC 设计啊，自研晶片的一个大订单啊，所以包括的一个大摩，他也把他的一个这样啊，他的一个每股的一个获利啊，年末的一个涨，年末的一个调高啊，获利出现跳跃式的一个成长，甚至瑞银目标喊到5130块，国内的个投顾本土国股喊到的一个6000块，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带会员朋友，当时我买在什么地方？917块，930嘛，含息13块，成本917呀、啊，现在多少？4565块，我相信你都看到了，包括双红也是一样嘛。随着 AI 带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的一个高散热的一个需求嘛，那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散热可能只要350瓦700瓦就够了，但是 AI 带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需求，未来的一个散热要提升到1000瓦，甚至1500瓦，那这些气冷式啊已经不符合所需嘛，所以未来会转由什么？的一个水冷式啊，那水冷式谁是怎样最大的一个赢家？就是我帮会员朋友所选出来的一个双红，香香对对满盈护股，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选股逻辑，在低档的一个时候，当市场不看好的时候，我们领先市场带着会员朋友布局，从173286270326，现在多少584，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它都还没结束，它都还没有结束。包括的一个窗户也是一样，AI 的一个伺服器的一个导轨嘛，那么在整个的一个 AI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伺服器里面呢、的一个导轨的一个品质好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谁是 AI 伺服器导轨的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的一个就是我帮会员朋友所选出来的一个窗户，你可以看到随着一个整个的一个 AI 的一个浪潮啊。带动这个 AI 伺服器的一个强劲需求，并且公司还新增这个 ASIC 设计伺服器的一个需求，带旺整个窗户的一个出货啊。那么预估今年的一个营收年增可望超过60%，获利更可望大增80%，每股 EPS 预估可望上看多少55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从420、840、875，现在来到多少？1425块，而且它都还没结束。并不是说哇，今天开高创高，然后收黑 K， 哇，这个行情结束，还没有从整个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来看，都还是多方的一个控盘之中，并没有改变呢，甚至大兄啊，在年前呢、领先市场送给大家的一个龙的传人赚99啊，三档最耀眼的一个主力标股关键报告。我相信当时候你有填写表单，有打电话进来，有拿到的投资朋友，今天都赚得很开心了。你可以看到在年前送给各位，到现在为止不过才多久的时间，不过还不到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呢、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三档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表现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宜特今天亮灯涨停，再创新高，光是这样一个波段呢、大赚超过68%，你没有看错，我相信你拿到的投资朋友，你有持续锁定大兄的一个投资朋友，都可以帮我做见证，甚至 JPPKY 也是一样，今天续创新高。当作也说哇，今年呢、真的是被订单追着跑啊，订单怎么样塞到爆啊，所以显见呢、整个的一个后市的一个营运呢、持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都是帮我会员朋友选出这类后市具有爆发成长性的一个公司啊，你可以看到 JPPKY 啊，我年前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今天续创新高，光是这样一段才多久的时间？短线大赚超过69%，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还没有结束它还没结束因为整个的一个不仅航太的一个事业在下一层你要知道，公司能够获得的一个华国空巴的一个认证也代表着一个公司整个品质、整个的一个技术傲视的一个同业。而且在 AI 的一个伺服器的一个机柜那么这个部分呢、整个的一个订单满到爆那么这个部分都会带动公司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涨的一个持续的爆发的一个大成长，所以这一段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是软身开跑而已。但是我不是叫你去追加但是重点是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持续看如果有拉回的话，我随时还会带着的一个涨我的一个会员朋友持续来做一个买进的动作。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莲花哥旗下的一个小金鸡
第一个这样，第一个打法，你可以看到从451、530现在来到多少？来到710块，结束了吗？量价结构来看还没有。WiFi 7最大的一个受惠者，有没有机会再一次复制的一个这个存壶千金成功的模式？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么巨龙的传人送给大家的一个三档的一个股票之后，接着我们带会员有全新锁定的股票中心店，我相信你也很清楚。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从110、119、120、121、123带会员有一路锁定了，今天下杀拉回好棒，为什么？有拉回才有地线上车的一个机会嘛？为什么？各位亲爱的投资人，你想想看嘛。整个这个台电的一个强化的电网的一个商机嘛。那么带动公司的一个在手订单呢、将近多少？将近已经400亿了嘛。订单能见度一路看望到2027年了、而且今年台电要释出的一个600亿的一个订单呢、公司有信心至少拿下300亿的一个让的一个高压的一个这个绝缘的一个开关呢、绝缘的一个开关 GIS 啊。这些的订单包括这个氢能源、那么这些都会带动公司的一个营运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大成长、所以这一段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是软生开跑、只是软生开跑。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兄跟其他表演型专家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maybe 许多的一个专家每天都会跟你报涨停板，哇，每天跟你讲一大堆的一个涨停板，跟你讲十几档的一个股票，二十几档的一个股票，但是第一个有没有买？还是只是嘴巴讲讲而已啊？第二个买在什么地方啊？如果说啊，看到今天涨停板才叫你去追啊，去追涨停，纵使今天涨停板你能够赚得到吗？啊，你也不能够赚得到啊。啊，第三个哦，你可以看到啊，很多的一个专家每天告诉你十几档的一个股票啊，你有那么多的一个资金，都那么多的一个钱跟着他们这样的一个人啊的一个社会标吗？我常说啊，股票免追啊，做对一档做好做满，胜过乱买十档的一个股票。或许很多的一个专家为了表演呢、每天会跟你讲一大堆的股票，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兄跟其他表演型专家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跟他所讲的一个股票都一定是连续去，都已经现在是，都已经未来是。只要我们持续看好的一个股票，我还没有全数开清获利换股袋之前，我每天都会跟你追踪，我每天都会跟你分享。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股票并不多、就是三档五档嘛，你可以看到嘛，四星 KY 双红这些都是高端会员双股会员的一个股票，包括这个窗户也是一样中心店，这些是我们的一个一般会员股票大兄也怎么样也就算你的一个资金不多，你看我也是把这类股票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带着会员朋友来赚，包括 JPPKY 也是一样，也是一般会员朋友的一个股票。我今天我不会说因为你的资金少那这些的一个好股票我就给特别会员朋友，我就不给一般会员大兄不来这一套不管你资金多少那大兄都有这个的一个责任跟义务来帮大家创造更好更棒的一个获利绩效这就是我的一个这样这就是我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我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股票，你看今天的一个加基 AI 伺服器的一个高速运算，那高速运算里面它需要的一个这样会产生讯号的一个过高的问题那讯号过高的问题这谁能够解决你可以看到就是加基我们就是这样帮会员朋友所选出来的那么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如果说这一路以来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你错过了或没能够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那现在三月份了全新的一个开始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像双红一样，可以像一策一样，可以像 JPP 一样或者是加基一样第一档布局买进之后能够怎么样能够一波开开心心的一个的一个大赚上来大兄拢大家传好啊拢大家传好啊双红第二一特第二我在礼拜六下午台北讲座
我都会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好宝贝，对新冠霸王级的一个标股。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来，你今天你只要加入标股新天地的一个 Line 的或 Telegram， 成为我们好朋友，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你就能够免费参加。宝贝，对新冠霸王级的一个标股，抢先曝光，就是要让你坐在轿上。高表面追，我特别准备三档，三月份的一个标股秘籍。好，在现场我会特别准备这一份的一个三月份标股秘籍，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来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你就能够免费参加。那座位真的很有限啦，大家投资朋友真的是非常踊跃齁。那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投资朋友，真的是要赶快。我常说是珍珠就会发光，是好股就会发亮。只要领先别人，他就排在你后面。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呢、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我们怎样领先别人？低档布局买进之后，带着会员朋友一路开开心心大赚上来。光是这样一趟啊，你看双红这样一趟啊，你财务已经怎么样？增加两倍了。四星 KY 财务增加快四倍。川湖财务也增加了一个人也增加了一个超过两倍，甚至包括的一个人，包括的一个年前送给大家的一个以特检测分析的以特才多久的一个时间，探底拔中上来，你财务就增加了一个人的一个快七成那么还有没有这类的一个股票大兄弄大家传后想要跟着大兄一起同步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趁着现在趁着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双红第二，伊特第二，大兄啊，大家传好啊！宝贝，对新冠的霸王级标股，就是要让你坐在轿上。有哪三档的一个股票，你绝对不能够错过！想要把握的投资朋友，来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还没加入的投资朋友，赶紧加入啊！只要加入我们的一个 Night Water 的鬼，成为我们好朋友，你就能够免费报名参加，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最快。宝贝，对新冠霸王级标股，座位有限，报名请早，欢迎各位的来电02-2321-9933，02-2320-9933，回谈啦，轻轻松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Hello， 大家好，我现在人在善导寺，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哎，同学同学，你现在耳机里听什么歌啊？我在听这个。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哎，太有 sense 了吧！拜拜拜拜。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好。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